两边是卷草图的，那边是个弥陀书法图。它这个弥陀书法图正好跟这个阿弥陀佛这个这个里面的塑像是正对的。这是胡所长来佛光寺的第六年。外面2018年，胡所长临危受命来到这里，开始了他的守护之路。我2018年2月份来的佛光寺，待的时间越长，对他感情越深。最难忘的事情，哎，就是站到东大殿平台上，听游客对佛光寺的赞美。这两天雨比较多，你带人去东大殿两侧的南北两侧的这个水道清理一下。他坚持干实事，实干事，参加过3次抢险活动，4次保护佛光寺化险为夷。来这里的这几年，胡所长每时每刻都在想，怎么才能把佛光寺保护得更好，让他继续伫立1000年。这个树是我在2019年的时候，就听说五台山好多树出事了，我就留心咱们的树了。通过朋友们介绍，把咱们当时太原之简单的保护不是一个人的事，但胡所长一个人做了很多事来保护佛光寺。守护了佛光寺，就难以守护小家。来到这里后，胡所长陪伴家人的时间直线减少，平时也只能视频电话联系，远程关注家里情况。你有照片了吗？我发了个照片。我爱人，人家本身就是搞教育出身，对这个孩子的学习问题上，一直抓的就很紧。并且这个事情啊，90%都是靠人家，我只能说这旁边是摇旗呐喊的人，但是肯定不是主力的。在这里6年。胡所长对佛光寺的感情也越来越深，他希望能更好地守护这里，当然他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了解佛光寺。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有志青年来佛光寺工作，为咱们中华民族这个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佛光寺饱经风霜，看遍繁华，如今古松作伴，伫立在时光里，见证着世界沧桑变化，而胡所长也将在这里继续守护这一国宝。